dessert 啊，这个字呢音节呢我们分成 de 一个音节念成 d ssert 呢念成 zert 啊 er 念成一个母音 er 的音啊，所以这个词我们念成 dessert。好，那这个 dessert 呢中文意思我们翻成甜点，但是呢很多同学呢可能会有印象曾经背过这么一个字，这个字呢念成 desert， 注意哦，它的音标跟它的重音节都不太一样，它念成 desert。 那 desert 是什么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先看一些图片好了。甜点啊，先让各位看，哇，你看肚子饿了没有？看到这么多好吃的甜点，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字呢我们就念成 dessert， alright dessert 啊，它是甜点的意思。但是呢刚才呢 Andy 有提到这个字，对不对？这个字念成 desert， 有印象的同学应该知道，诶，什么叫 desert 呢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各位你看，这就是 desert， 有没有？ desert 我们中文呢的意思呢就叫做沙漠， OK。 好，所以我们回过头来，这个 desert 的意思呢就叫做沙漠啊，它是一个名词。好，我们直接来看例句。 After the satisfying meal I was too full to have anything for dessert。 好，他说呢在这个令人感到满意的 the satisfying meal 好，令人感到满意的那个餐点之后呢 I was too full。 好，各位还记不记得 too 的用法，太怎么样以至于不能怎么样啊，这个各位应该是蛮熟的。我太饱了，这个 full 就是饱的，我太饱了以至于呢没有办法吃任何点心啊，吃任何东西来当点心，那就是吃不下任何的点心。好，那这点心的用法不要忘记咯。好，我们念成的是 dessert。 好，我们看第二个例句。We had apple pie and ice cream for dessert. 他说呢，我们的甜点呢，吃的苹果派跟冰淇淋。好，我们把苹果派跟冰淇淋呢，当作甜点来吃。All right, dessert, 点心，甜点。